诗篇133篇第一至到第二节。看啊，弟兄和睦同居是何等的善，何等的美。这好比那贵重的油浇在亚伦的头上，流到胡须，又流到他的耳琴。冇错啦，就好似呢节嘅经文，其实嘅恩膏能够去到呢一个可以话死物嘅衣襟。我意思就竟然呢段经文讲紧啊，衣襟都可以受膏，系因为咧系恩膏系留喺亚伦嘅头上。所以我想你知道帮助，即使佢哋会受膏，但系佢哋骄傲嘅话咧，不可一世嘅话咧，咁你知道咧，一定出现咗一个好严重嘅问题，严重得好紧要。如我昨天所讲的新闻，其实在教会界在外国遍地都是的，即是很多这些的领袖走了出来啊，搞到一塌糊涂啊，出了很多事啊。而这些的新闻不是就这样停止啊。这些的新闻就好像我们教会一样曾经出过这类的 case， 就是第一他们走了，然后他们奇怪就是为什么他们不能够有那种成功啊。他们不能够有回那种的威势啊、恩膏啊，什么都没有，总之就是冷清清、啊、即除了死猫三四只跟他走，几十个人跟他走，有些教会赵宏基那边的教会试过端万人、啊、跟那些牧师走的，但是走了之后呢未够一个月、啊、你看回书就知道全部走了。这些人更加没有自知之明的话呢，他们就开始说了，切，日华德是因为他在那个位置嘛。现在没人听我讲。当然啦，如果好像日华有这么多人听他讲，我就成功了。于是乎他下一步呢就要抢那个位置了。他于是乎开始在外面教会群起去攻击自己的本源教会。这些现象我在加拿大、美国都见过。但估不到我回到香港，我遇的竟然是多过我自己回过的教会他们所遇的攻击加埋。真的有些这样的人。离开了自己搞到一锅泡，家聚都搞不成，然后他觉得呢梗是啦，你试下俾我在日华的位我就做到了，你试下有咁多人肯听我讲我就做到了。你见不见人是可以咁冥顽不灵的，他觉得啊梗是啦，他一呼百应梗是多人尊重他啦。于是乎他们做下一步就是散位啦。其实你会睇呢圣经都有㗎喎，亚沙龙就是做呢样嘢，就是个散位。仍然是那句，就是他做皇帝的时候就会更加好。他用攻击和分裂的方法，教会界都一样。有些人他走了之后，他攻击和分裂神的受膏者的教会。保罗都遇到，在新约他都是这样讲。原因就是这些人打从一开始已经相信一个大话，打从一开始就相信神是一种能量。他不当神是真的，不当神是有内涵有性格的。他仍然是觉得受膏者成功，因为是他的位置，因为他的运气，因为他的环境推他们上去。但是亚沙龙却反映出给你知道将来这些人的结局，亚沙龙是死于非命的。而这些人你能够想象他们将来会是怎样。而我想给你知道，按住圣经讲的事实，其实受膏者不是靠个位，不是靠个运气，靠环境去成功的。他们是超越了这些。神的受膏者在圣经讲，甚至他在每个时代存在，这一班先驱 pioneer 的受膏者，圣经清楚给我们知道，他们比那个时代更伟大。因为事实上很多个时代是用这些先驱去定名的，譬如亚伯拉罕、摩西出埃及的时代，他们是比时代更加伟大。因为圣经讲这班本来是世界不配有的人，你在你人生当中能够认识一个受膏者的先驱，你应该觉得荣幸，而不是走去比较，将自己的污秽、贪婪、自私和骄傲去比较神所高立的一个人。你能够想象在神的面前简直是一个笑话来的，是吧？因为原因只有受膏者拥有神的眼睛，他是能够在人世间当中千百个选择当中就是选择那个是对的。但是那个很多时候是人会愕然，人会是耻笑，不相信是真实。但是问题是他能够在人家早十年二十年之前已经见到作出那个选择，所以他能够给人家建立一个更悠久的成功。因为他自己的成功他在十年二十年之前已经见到了，但是比着那些的支援者，
或者呢啲帮助者系人哋有咗之后啊，佢都未睇得清楚。唔好讲话未出现之前，人哋已经见到，而并且让佢成就。所以呢一种嘅恩膏，其实我哋一定要理解。有阵时我哋喺一间有神嘅恩膏嘅教会，有阵时我哋会做下，我哋不可一世啊，我做下有嗰种骄傲。所以我当我见到嗰啲，在那些敬拜赞美，哇，台上又流长头发啦，又鬓边啊，男人之家戴耳环戴鼻环啦，我知道一定受供。他们算是什么啫？他们根本就不是受膏者，他们只是帮助即时啫，不用搞到这样的，是不是？那些通常我不会看好的，我通常拿他们讲笑啊，又或者甚至叫我自己的仔不要留意这些人，不要学这些人。而每一个都出事的。因为很简单，因为这些人他们受膏都是只是因为帮助即时。但这班帮助即时的骄傲程度呢，他似世界多过似一个基督徒。有希望这一篇的坐在溪水旁连日来所讲的能够对你一个帮助。给你知道就是说你神的家当中其实不需要好像这些人这样的变坏去拿走了。大把祝福。但我相信在教会里面我们石安九成的人不是这样，但这些真理你都要理解，因为当你见到这些人的时候，你懂得避开，你懂得不要被他们影响，因为他们走一条沉沦的路。诗篇133篇第一至第二节，看啊，弟兄和睦同居是何等的善，何等的美，这好比那贵重的油飘在亚伦的头上，流到胡须，又流到他的衣襟。神啊，我要诉说，向你宣告，愿你是王。我将心交托，恳请你导航。诚心谦卑，反省，撇弃骄纵，救往自我。随着你话语度日，让我闯，用我全信服你，今再不自此自我去忘，离弃情欲罪恶，将这生奉献为你发光，求圣灵辅助我，战胜最前累困锁，恳请上帝进我心窝，请引导我作我王，常运行在我心，永未释放。